你可以看哦，他们。贵州是看完的啦，呵呵。他说要用那个1.8.8，还有不要用水龙头伺服器开，结果我还是用水龙头伺服器开了。为什么写在这里呀、不要跟村民交易，不要用外挂，不要用和平。这可以连续丢，这好版本紧。不让本丢，我丢。你怎么就这么把它丢出来？不会回来。不会回来呀、骷髅见我就想死。我在门口。啊，箱子的东西没拿就过来了。有啊，我拿完了。哦，诶。我怎么做20颗按钮？白痴哦！你看，哇，这是什么？陷阱。好帅哦！太过分了，没有半个石头。闭眼拿木器啊。然后第一做个木场板。景呢？9颗绿宝石和白色水晶哦，前面嘛。真的是。哦，这版本是可以猛敲的啦。原来如此。吃蛋糕，吃蛋糕，出发，冲啊！啊呜，出场就摔。骷髅，不用管他。正确，Creeper，啊！我被我打，嗯？沿路丢冰霜陷阱，冰箱陷阱只会一个，谁来打我啊？哇，我被僵尸被吵死了。僵尸杀了。哇，我掉了，我从高处跌落了。好干脆，哇，啊，没我火身把，上东西没了，没火把，我们过去捡。哇，东西都在我身上，冲哇，过去捡。要东西喷光光了，而且那边没有灯，必须合成新的灯。他说我连剑都没有，你为什么不拿支箭再出门？你们帮我的东西在高处跌落的，你的是被僵尸高杀处死，跌先落。自己掉了。对啊，高处跌落，我的冰霜陷阱也一起跌落了。我需要把这些点亮，我要挖很多荧光石。哦，杜鱼，谁怪物啊？好，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会杜鱼了，鬼怕爆炸。好可怜啊！对，鬼怕爆炸导致一堆杜鱼。哦，我快死掉，我先冲回去，冲啊！小屁，小屁，还有杜鱼啦！我边跳边那个打毒，那还蛮有效的吧？哦，好骷多髅，毒！哦，骷髅在那边啊。我们需要更多准备。生怪箱对杜鱼才这么多，所以我们要找生怪箱。不是，杜鱼就是地上的石头生出来的。我的木斧爆了，效率二的。荧光石，上面有一大堆荧光石，去上面挖。西瓜片，奇怪，我的西瓜片都不见了。荧光石。刚刚有被杀死了，这个西瓜片。好像找到可以刷僵尸的地方了。僵尸，刷僵尸的地方，免费俘虏。我在找，到时候就把围起来，就是你这边没错吧？哈哈哈，我知道你在哪里了。
或是在钱不吃农场。你怎么跟他同归于尽呢？你要帮我进去捡，我自己捡好了。哇！我努力把它补回满血，然后我试图想要进去捡骨肉，然后就同归于尽。这什么东东？我进不去。那就是防怪栅栏。然后这样好像他们就会掉下去了，大概吧。大概。会走出来吗？嗯，就自动掉下去了，应该吧。希望路，真的。好像过不来了，他们。为什么？好生气。那么你盯着看他们，看他们什么？哦，两个地板嘛。我到下面刷怪，你要看新的怪出来怎么样。这个捡就很安全的。安全的。谁开门的啊？关起来。我没开啊。应该不是我。我在吃腐肉而已。加腐肉。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吧哦，探索前的基地使用，有个屋子适合探索的基地啊！真的、哦？真的耶，骨头。楼上应该有一堆骷髅在开 party， 感觉。这个地方是骷髅的家。真的，楼上有骷髅在开 party， 下来了。我了不好的预感。又来了。楼上可能比较难攻破的感觉。楼上有一堆骷髅在开 party。对啊。这边有生怪砖。嗯哼。留着之后可以刷怪啊。厉害。我们生怪砖盖在房子旁边。好。你在引怪物吗？我想上去，可是上不去。我引怪物上来，你下。我引怪物下来，你打他好不好？还是怎样？对啊，上面应该是生怪砖哦，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？怎么了？我直接上面放个方块。哎，可以了哎。可以了，上面 clear 了，上面 clear 了，你好厉害 ，clear， 这个，因为够亮，外面还有一只啊，好，看到生怪砖了，我放，外面还有一只，哦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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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外面好多，外面应该有生怪砖，外面有生怪砖，有，我把它封印起来了，我把它点亮就被封印起来了。只要把怪清完，就不会再有怪了。OK， 这边清完了。你查一下，这边还有两只。等一下下去。掉下去。好了，看这塔快被清空了。哎、欸，检查一下，哪里？嗯，他直接剩在这边。嗯，那果然还是把这个挖掉好了。
风怪砖吗？啊，算了，我想留着，把它封印起来。嘿，把附近点亮，它就不会生怪。蛮暗的，那边应该不会生吧？应该是凑巧走过去的。哦，应该是。这边有香哦。哦，猎人弓，你有弓了，石镐哎。有青铜剑哎。嗯？截这颗星哦。截这颗星还好吧、啊？可是你可以打虫啊。那你留着吗？吃的给你了。知道。吃的给我，我都放箱子里好了。好啊。不管你。上面还有一层。对啊，感觉有僵尸的声音。上面应该不会僵尸生怪状。哦，没有，上面安全。这个瞭望塔。可以瞭望对面。我们在搬家了。往对面的城堡。来回去。哇，太多了吧！哇，这边可以走哦，原来如此，我要溜了，太多怪物了，而且我没有武器了。没有啊。溜了。嗯，他们好像不太过来。哈哈。bug， 没水桶。我遇到僵尸村民了。Video。